做自媒体或者想做自媒体请留步，这个作品会让你终身受益。如果没用请一定要拉黑我。无论你喜不喜欢这个视频内容，但你看到这个视频知道是高清原片做的吗？什么是高清原片？先给大家普及一下，你平时网上买来的基本是别人从抖音里下载过来的，这样的视频是不会高清的，而且在用这种素材的人基本是成千上万，这个在下就深有体会，为此就开始在全世界找寻一手高清视频来做视频起号，做出几个号的效果也不错。如果你现在还在看的话，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吸引了你吗？我猜一定是因为这个画面让你感觉到很解压。是的，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在全世界找寻热门高清减压素材，更有很多不同类别的其他素材。你想知道我们有没有你想要的视频吗？那请你一定要关注我，留言说出你心中想要的类型。现在热门的文案都在用的各种素材我们都有，此类素材对媒体人后期创作剪辑有很大发挥空间，画面清晰能让观看者有更加体验。你还在用万人素材吗？关注我们，使你作品与众不同。